活珠子。就有好些人说到不会吃，你们也可以打开包装，开袋即食啊，就是凉的。如果说你们喜欢吃热的，就带着包装袋在锅里面热个两三分钟，会更好吃。像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热的，因为我觉得热的这个汤特别好喝。你们把这个蛋皮扒掉，里面都是可以吃的啊，铁铁。里面这个汤汁太多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加点咱们家这个林红小料汁。这太好吃了，真的。好的，我说不敢尝试。你们不要扒拉开来看嘛，直接给嘴里面喂就行了。就下面这个底座，你们也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，但是这个吃多了不是很好消化啊。你们不要非要把它扒开了看，你看了心里面肯定吃不下去了，就直接往嘴里面喂。享受它的美味。反正像我平常鸡蛋一个我都不会吃，我不爱吃鸡蛋，但是这个我一次性能吃，那天一次性吃了25个。就是这个，我就扔了啊，因为我吃太多了不好消化。哎妈！再吃一个吧。哎呀！真的超级美味。